他不会咬人吗？他不会了啦。超可爱。真的，哈哈，帮忙帮忙，帮忙，还有你，它真的很像大大的壁虎嘞，不是，你不要奇怪哦，不要。今天是我们学校的宠物日，然后每一个学生都可以带他们家自己的动物、自己的宠物过来学校，然后陪他们上一天课。然后刚把我的动物搬上来，你知道我怎么累吗？我给你们看。我带了一只黄金鼠，它叫卜卜，当然不可能只有搬它就变得这么累。还有我的蛇，我的球蟒，它叫球球。然后我的松狮蜥，好，现在太黑拍不到，它叫巴手。然后那我们到学校再拍给大家看吧，看一下大家的宠物。球球今天的位置，然后我们看看其他人的宠物，晚一点应该会有其他只。这是一只小公，它躲在里面，看不到。然后隔壁还有两只猫咪。幸好我的手没有在动。两只猫咪。不酷，我是那么想的。我建议你不要这样。这一份吃一百就好了。六到十，猪 A， 猪 C C， 猪 A， 猪 C C。哈哈哈哈哈！你饿了？哈哈哈哈哈！哎，气球都冲过去。太仓，那我不拍了。他起来了，怎么会上起来了？他才不快点，往前一点点。他会怕吗？他不会恐慌。哎，我看他走路，等一下。走，来一个，还没有签到的，有没有从旁边签？没有签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好多狗狗，还有鸟。哎，他要吃什么？小白鼠，这只吃蟑螂。吃蟑螂。蟑螂哪里？采访结束了。喵咪。哎，他不会咬人吗？他不会了啦。超可爱。他会不会吃掉我的兔子？他不会，他真的很像大大的壁虎嘞。不是，你不要奇怪哦。不要。这个太可怕了。摸，他不会咬人，他会戳一下。他会戳一下。你会戳一下？你确定？真的啊，会咬人。我要摸哪里比较薄？肚子。都不会怎样。中间。都不会怎样。中间。还要捡蛇。哎，要小心哦。搞散，还有尿尿。哎呦我的妈呀！真的，真的，哈哈，帮忙，帮忙，哈哈，还有你 ，Black， 没有，把他捧着，怎么感觉？那个，这个。
英俊。哎呀呀，中。最后一节课了，准备撤退了。